直升升升升升升升 ，so easy。钢笔虫坦克，只要拥有无限的纸和笔，就能一直跑。画一个圆，就能自己和自己跑。放在莫比乌斯环上，就实现了破次元永动机。理论上是可以的，考试做不出选择题也能让他帮忙。他是让我多选的意思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他岂不是能解决困扰人类多年的哲学难题？那么小坦克会救一个人呢，还是五个人呢？决策辅助器之猜拳弹，用猜拳来做决定，往往会出现慢出、偷换的漏洞。而猜拳弹按一下放开，就决定了你出什么。当你去便利店买饮料的时候，不知道喝百事好还是可口好，就可以自己和自己剪刀石头布。决策辅助器之遇事不决，小兰解决。小兰是一个餐厅服务员，正面可以选择普通菜单，哎，再来一次是什么菜？背面可以填写隐藏菜单。当你上班中午不知道点什么外卖的时候，如果不满意自带的答案，还能拆下来写蒸羊羔、蒸禽爪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等其他十道菜，再走一个。法国五连棋，因为是一款需要用脑子的桌游，所以要找一个聪明的对象玩。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选择叉叉或者 OO 作为自己的图形，每回合只能把最外圈的棋子翻成自己的图形，并且只能从最外侧推入，谁先连成直线或者对角线，谁就赢了。你先来。叉。叉，我又是零是吧？几的零？好。叉。几上面？叉。叉。干嘛？我不能插吗？你可以圈圈圈圈。哎，那我就先形成四排。不行，不能让你得逞。我赢了呀！哎呀！我刚刚想的是，刚刚不是这样吗？过来了，我就想着我等会儿这哦，这里也不行。你得破坏我这条线。破坏你的线。我破坏你破坏我的线，我再破坏你破坏我的线的线。那我从这边破坏你破坏了我破坏你我破坏的线，应该是这样吧？瞎子呀！什么鬼？这样可以吧？我再重新把这条线恢复回来。你要接着破坏我这条线？不要教我。本来我想做这样的事，但因为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大家就以为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做，导致我等一下做了之后大家觉得是你教我的。哇哦，好复杂。是，以你的智商确实需要思考一下。这样哦，那我就再破坏你的线。那我也继续破坏你的线。哪里破坏我的线了？哎，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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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我又有一条线，那我就要破坏你的线。那我就再形成一条线。这个，不对。这个啊，对，哎呀，可算看到了。那我就堵住它，这样，嘿。哦，那我就赢了呀。啊？你怎么赢啊？我就赢了。我都说我不玩，你叫我玩，就是为了看我出糗。好妙，我觉得这个棋。其实我这把我真的是稀里糊涂赢的，很奇妙，非常奇妙。爆射葫芦娃，由葫芦娃和叶子发射器组成。娃的腿是可动的，但是是联动的。娃的手臂是分开可动的。但是不完全能动，娃的头也是可动的，而且是完全可动的，和上一代葫芦娃一样，还原了动画里的炸裂出声，但是增加了弹射模式，下半身还是还原了打气甲，可惜取消了涡轮推进器，但屁股上巧妙的增加了铁钉，这时候用叶子发射器打宝葫芦，娃就会开启飞行模式，因为铁钉能行。玫瑰兽长
改行去做外卖骑手的奥特曼。当奥特曼被岁月磨平了胸肌，拉长了脖子，他骑上电单车，开始了外卖小哥的平淡之路。平日里，他穿梭于人潮之间，在四下无人之时，化身回复少年，并在翻车中耗尽了他的青春。面对压力，他只能更快地奔跑，即使是跌倒，也要自己爬起来。在清晨和深夜之间奔波，在城市中不惧风雨。面对这么努力的奥特曼，你们不考虑代替他给我点个赞吗？前几天我发现这个叫音乐盆栽，它就是把树种进去，按树的叶子它就能弹曲子出来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先看这个东西长什么样。哦，这里有电源开关，我们开个机吧。里面还有个金属杆，我感觉应该是靠这个金属杆来感应。我试一下。的，好像是粉刷匠吧。我们还是把向日葵种进去。为了验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就买了一些土包向日葵的种子，给了我一点肥料，种了几个铲子，种一下试试看。我买的时候我就问这个东西要多久它才能长成向日葵，他说7天。怎么想，他说7天就能发芽，现在种下来。到时候我们7天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像瓜子啊，这玩意儿丢进去。所以我种土也可以是吧？讲道理应该要加一点肥进去吧，生物有机肥，好像真的是某种生物的粪便吧。反正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种东西，然后就问怎么竟然打断我施法，这个不要打断我说话。就我爸小时候，我爸也很喜欢种这种东西嘛，然后就经常问他这些肥有机肥料是什么。他有一天他又拿了一包黑不溜秋白色的东西，然后他就说好像这种东西是鸽子的粪便，所以这些东西我这么用是对的吧，应该是对的吧。摄影倒点水过来，哇，可以，精致郑重的给它浇上水，浇多少水？算了，随便浇一点，然后晚一点再去问一下那个客服，我到底要浇多少水？起个名字吧，给这个植物，讲7天发芽，要叫它就叫小七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。然后7天以后，我们看这个玩意它有没有发芽。